我是来给您送这个的。奶奶，你还是不打算原谅我？您的钱我收下，但是不能白要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别太要强了，兰兰。这也是您教给我，我没有钱交学费，走投无路只能去找您，而您宁可让学校扣了我的学位证，也没有把钱给我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学会了要靠自己。我不给你钱，那是因为我去你的学校，你们老师告诉我，你大四一整年都没有上课，还跑去炒股，不但自己炒，还带着同学一起炒，最后连学费都赔光了，才想起来找我。兰兰，我有多怕赌博，你是知道的。是，我大四一整年都没有去上学。但您有没有问过我为什么？我没上学的时候，我又做了什么？您没有看到，我依然每门功课都拿了全班的最高分。我不上学不是为了玩，是为了要更快地学会养活我自己。我不想再花您给我的生活费，我也不希望我爸永远被您瞧不起。不管出了多大的困难，我只能自己面对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我约了人。妈，以后没事就别加班了，你现在身体也不是太好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哈，子林呢？洗水过去了。孩子大了，懂事。你教育的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挺好。心口还疼吗？挺好。头还晕吗？挺好。或是还习惯吧？挺好。啊，不，不好。不是，一般，比一般还差一点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多住几天吧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你还好吧？挺好。啊，那就好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哦，那慢走啊。徐主任。我来查房。哦，查房，早上刘主任好像查过一遍了。查过一遍，不能再查一遍啊？能。徐主任想什么时候查就什么时候查。不过徐主任怎么一个人查房啊？你这后面的什么小大夫啊、小护士怎么没跟着你啊？徐子林，怎么啦？
不好意思啦，我就随口问一句，徐主任，你把眼睛瞪那么大干嘛？吓死人了！看看我爸有什么的呀？啊！我问你，徐子莲，结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你姐都不告诉父母，你觉得这种做法对吗？有难处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要是换了你，你也不会说的，对吧？不能，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嘛？徐主任，店长电话。啊，来了。作死就不会死。徐主任，姜还是冷的了。哎呦！干嘛呢？是小溪呀。我还以为啊。以为是我妈又回来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跟你姐姐啊，你们俩人走路的动静啊。跟你妈简直太像，是你太怕我妈了。这话跟你姐说的也一样，我那哪是怕呀，是尊重。你妈这人啊，好强，就是好面子。那倒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妈特关心你。你是没看见昨天你晕倒，你把她急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第一次看徐大夫那么着急。切，她着急，她就惦记着往我身上戳针呢。她拿那个电熨斗。往我身上垫的时候，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啊，我可清楚了。看你看，就你笑的这个样子，跟你妈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我妈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啊？哎呦，那年呢，我陪着我们厂的技术员到医务室啊去打狂犬疫苗，一进门。看见你妈穿了个白大褂，扎了个麻花辫儿，我当时我就说，这姑娘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啊！我就凑上去说，我也让狗咬了，你也得给我打一针。没想到你妈是个练手的，哎呦，那个针打的那个疼啊！我愣憋着，一声没吭。哎呀！哎呦哎呀！这一转眼，这小姑娘都变成徐主任了。你爸这腰也直不起来喽。爸，没老，一点都没老。就是，我也觉着我挺年轻的。可是，你妈倒是真显老了。别看她整天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可那眼角上全都是皱纹了。哎呀，这女人啊！比男人老得快。我妈哪有你这样的好心态啊？还不是这些年操心操的。是，怪我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干嘛厚着脸皮非要让小姑娘打针呢？你妈要是嫁了别人，肯定比现在过得好。那可说不定，我觉得这不全怪你。这要怪就怪我妈嘴馋，跟我一样是个吃货。你做的那一套老味虾饼、醋溜丸子，分分钟就把她给收买了。你妈到现在还是那么不会做饭啊？老三样：西红柿炒蛋、酸辣土豆丝、青椒炒肉。怪不得你现在那么瘦。我跟你说，要是你长身体的时候跟着我。我保证，我姐现在比我瘦。不是，那你姐个儿长得比你高。再说了，你看你姐吧。你看看你姐，我妈成天也说这句话。哎，感情我在你这儿也不如我姐了。什么话呀？你跟你姐姐啊，都是我心里的宝贝。其实我心里边啊。
更喜欢你。这还差，赏你了，刚洗的。你的简历啊，我看了，技术不错，但咱们这儿啊，实在是不招人了啊！你到其他地儿看看去吧。我可以从学徒做起。跟着你给我个机会，你要觉得不行的话，我立刻走人。我肯定好好干，真的。我们这儿啊，就那几个汽修工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如果你占一个，你说我让谁走？这样吧，这个简历我留下。等到时候呢，如果再招工，我第一个打给你。我们这儿招人啊，大哥。你们这老板谁啊？手伸过来看看。是修车的手。对，我省里边拿过奖，也带过徒弟。会修三蹦子吗？啊，修过。午饭前把它修好。不是，那我这算工资3200，期间有奖金，中午管顿面。现在小孩的东西真的是太贵了，动不动就3000-4000。凭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小孩床吗？啊，几块木头，几个螺丝就要3000-4000，这也太宰人了！我正纠结着呢，我上网一看，突然出了一个消息，这一家全面打折1折起，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。怎么了？哭丧着脸？谁让你买床了？我让我买床的。你现在买床干嘛呀？你这孩子可真逗啊！再过几个月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要生了。那孩子一生下来，层层层的快着呢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老妈这床买的太对了。不过现在这网购吧，确实有点坑人。哎呀，说的好听啊，亲，包邮，包邮，光包邮有个毛用啊？你整一堆零件，我能装吗？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过来搭把手？我不会。哎呀，这男人和女人呐，就是不一样。男人人家要整这么多零件，人家攒吧攒吧都能攒一汽车来，整吧整吧。夏立斌呢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你辛辛苦苦给他怀孩子，我费劲巴力的照顾你，他干什么呢？没事人啊，连个面儿到现在都不见。有他这么当爹的吗？赶紧给我把他找来。我去，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人家都是道什么山，唱什么歌，你俩倒好，拧巴着。开始啊，他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死气白咧的要跟他，我拆都拆不散。现在你孩子有了，他房子有了，我也同意你们在一起了。嘿。这又开始吵架干仗了，我不是不同意你吵的，男人嘛，隔三差五的必须收拾一下，要不然他上房揭瓦。但你得分个时候啊，你现在怀着孩子呢，不能生气。你妈是过来的人呢，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妈，你每天说那么多话，你累不累啊？哎，你这孩子，我当年怀你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你这么大脾气。你怀个孩子，你这……哟，看这脾气，可能是男孩啊。阿姨，啊，啊，我知道，好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王总，请您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，给百平一个机会。百平可是把我坑苦了，我钱拿出去了，货没见着，我对他网开一面，谁对我网开一面呢？王总，你很清楚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百平他也是受害者。可他也是合同的保证人呢，没有他我就认识不了何总，更不可能损失那40万。说到底还是钱的事儿。 进去吧。怎么了？这是，谁惹你了？老王呗，动不动就把我叫上去骂我，说我这个图做的不好，那个图做的不好。你就当你的副主编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得了。你管我图片编辑干嘛呀？你懂什么叫构图色彩线条吗？继续。就刚才。 又把我叫上去骂了一个多小时，说这个图做的没有设计感，不纯粹。我要这么多纯粹来干嘛？我要的是混搭。他根本就不懂。做这个图我熬了3天了，我现在的腿都是软的。他还要骂我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啊！我们老大在的时候，他敢这样对我吗？敢这样对我吗？我告诉你。 我们老大在的时候，哎，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眼里有我这个老大吗？跟你说了半天话了，你一眼都不看我。不是老大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你的眼里只有眼屎。行了，以后老王再这样无端训你，直接抽他。我敢吗？你的吨位和体型。 比他差吗？不差。被虐的日子过得爽吗？如坐针毡。有没有想体验一下拍案而起、扬手抽他、愤而辞职、潇洒离去的快感？这么说，我真想感受一下。所以说，辞职获得的是快感，避免的是被虐。这么看，你没失去什么，怕什么呀？对啊，我怕什么呀？哎，老大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通了哎，一点不郁闷了。给你。 什么？你借我的钱还给你？干嘛呀，老大？你拿着用呗。几个意思啊？你巴不得我出点事儿是吗？不，不是老大，我是说这个钱我不着急买车，你拿着用呗。车钥匙。啊。我是觉得啊，我跟库珀这个车特别合，我一坐进去就感觉是量身打造的，而且我一给油啊，他……我回去换身衣服，还有事儿。 钱，拿去买车吧。4万块钱哪儿买库珀？哟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先说，我先说。在这里，我们共同举杯啊！恭喜百平沉冤昭雪，无罪释放。坐坐，你看你们这搞得好像我刚从牢里放出来似的。你以为你不是啊？嗯，你知道你这次犯多大的错吗？ 要不是解决的好的话，万一人家要告你，判你个3年5年，你怎么办？我又没真犯法，心里坦坦荡荡的，怕谁啊？<笑>这会儿到底怎么把事解决的？王总也没说清楚，只是说有人替他摆平了。我觉得这事儿得好好调查一下，搞清楚了。
哦，歇歇，是吧？你最该谢的人是我姐。哎，你在里面吃了几天牢饭，我姐就几天没吃饭。真的？你看他那眼睛，都凹进去了。那是魏指导这回为你，是操碎了心。要不是看到我姐的面子上，我们几个能拼了老命去给你凑钱请律师吗？就是啊，徐老师这回真是特仗义。听到没？啊，你说认你这个姐夫才几天呢？你说前脚你被警察抓进去，后脚人把车卖了，可不是吗？我警告你啊，婉平。听着。 你在我徐子林这儿，你的信用度已经到达了负数。没有了。你要让我知道你对我姐有一丁点儿不好，那他肯定把你送进去。吃牢饭去。必须。好了好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对你姐夫怎么说话的？姐，你怎么现在还护着他呢？替你管管他。我自己的老公自己管。看看，还是我老婆心疼了。嗯哼。鱼鱼鱼鱼鱼鱼。 你看这小两口还是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哈，还挺夫唱妇随的。喂，喝不喝酒啊？我胳膊都举断了，会不会怎么这么难呢？我一个失恋的人，连喝酒的权利都不给我。有，来，我们夫妻俩正式的好好敬你们一杯，这次的事儿。 谢谢大家。对，行，不要坐啊，恭喜你回家。恭喜。谁呀？哎，老婆，这事儿他们真的不追究了啊？没事儿。有那可说不好。没事没事啊，我给你看看去，万一要警察来了，我给你暗号。 然后你就跑啊！哎，你不都看得死是吧？你给我暗号啊！儿，真能演这人。来喽！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带来酱排骨啊。知道那天啊，我生气了，我话重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那么多人，你们聚会呢？啊。 子菱姐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啊，我，丽斌，看来你跟子菱姐真的很熟啊。啊，子菱是我妹妹，是我叫她来的。哦，原来是托蔚蓝姐的福啊！我就说嘛，子菱姐这样的大记者。 怎么会跟我们家丽冰这样的小气修工交情那么深呢？那既然来了，就一块吃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一块吃一块吃。我先把排骨盛出来。啊，小美，坐吧。我坐哪儿啊？ 坐这儿，我再去搬个凳子。不用了，我去吧。哎，你别去，那个你现在要小心，我去就行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我来帮忙啊。来，小美坐。我们家丽冰真是的，让她别说我怀孕的事儿，她还到处宣扬，真讨厌。叶子姐。 啊，丽冰没告诉我你也在，今天来的都是我的 VIP 大客户啊。嗯，VIP 啊？啊，子琳，咱们都 VIP 了。对呀，不光你们俩，丽冰也是我的 VIP， 光上个月他就在我这买了3份保险呢。 三份儿啊，够多的呀 ！VIP 中 P 呀，啊 ，VIP 好啊，来，VIP 是吧？啊，干了。 对不起。
不能喝酒。怎么就不能喝了呀？我不是 VIP 吗？我敬你酒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我来吧。那个，她怀孕了，确实不能。可你全喝了呀？你没有把酒呢？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饭吧。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来来来。李斌，好长时间没吃我做的排骨了吧？来，多吃点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叶子姐，你也吃一块吧，这是我最拿手的，李斌他最爱吃了。吃不下，油太多了，腻得慌。我恶心。那个我吃吧，我吃吧，我能吃肉，我喜欢吃。啊，对啊，大家都尝一下吧，来。对，都尝尝尝尝。子说的对，我不该受那气，没必要。准备好证件，明天离婚。这排骨味儿不错。什么关系你俩？这事儿比较复杂。早看出复杂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吧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小美，你麻去啊？你管得着我干嘛去？咱俩又不复杂。那咱俩怎么不复杂呢？不复杂，孩子哪儿来的？哦，夏立斌，我知道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现在有了孩子，咱俩才在一起。如果我肚子里没有这个孩子，你就跟他了，是吧？我跟他，我们俩是误会，就每回都各种误会，每次都叠在一起，每次还各种交情不浅，感情很深呐，你们俩。上面，放开我！觉得那个伏地魔不，魏西，不是，徐子林，他好像真挺喜欢你的。你说以前喜欢吗？有那么点可能。我估计现在得恨死我。那你对他是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有区别？你喜欢他？我也不知道，
刚认识他那会儿吧，我特烦他，我就觉得这人怎么一天事儿事儿的，特二。往后接触吧，我们俩碰上挺多不靠谱的人，也办了一些不着调的事儿，就越干吧越上瘾。就那些事儿，你现在想想，你觉着痛快，也吃。真的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那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们俩领证了，我真挺开心的。就一点开心吗？那现在呢？烦，还有点疼。那你这事儿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离婚？小美都怀孕了。你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你不追求幸福，幸福就跑了。春梅，春梅，好想你。你说你长得挺漂亮哈，身材也不错，就是脾气太差，嘴太硬。你说哪个男的能喜欢你这种泼妇？结婚当天发现小美怀孕了，明天就打算离婚。活作！不是夏雪冰，不是我说你，我不是因为她是未来的妹妹，我向着她，是你真的亏欠人家的。知道，我心里边也很难过。我好几回我当着面，我想跟她，你哪怕她见着我，她打我几下，大嘴巴抽我，是不是？我这心里边都好受一点。我当我一见着他，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写信呗，多土啊！不是，我说真的，你想啊，写一封道歉信，又诚恳又正式，还避免当面道歉那么尴尬，对不对？
说话，我明白你懂得，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。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，我没怎么写过信，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刚才已经写废了十几张纸。如果做人也像写信一样可以从头再来，我真想把认识你之前所有的页面都撕掉，清清白白的开始。你看我都在胡言乱语些什么。大作家你别笑了，这次就算写不好，我也不能重新再写了，因为这是最后一张白纸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就浪费了所有能犯错的机会，现在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。从一开始我就骗你，居心不良地接近你，虽然你一直心无芥蒂地待我，把我当成真朋友，可我还是一直骗你。我是个混蛋，大混蛋，我该对你说对不起，很多很多的对不起。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，徐子林，和你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我的幸运日。听你挤兑我，比听相声还开心；和你一起除暴安良，比中彩票都强。虽然我没资格再做你的朋友，但所有那些点点滴滴、分分秒秒，我都不会忘记。我也希望你记得，有一个混蛋，他虽然骗了你，也不完全是坏人。希望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想起他，有过不去的坎儿会告诉他，他一定像蔚蓝为摆平做的那样，竭尽全力为你排忧解难。保重，再见。冷漠的你喜欢安静坐着，热情的我甘心陪着你寂寞，长话短说是你一贯的风格，难道说声爱我对你真有那么难吗？爱上你不是我的错，没关系，我愿意承认了，我爱的你是从来不爱说笑的一个，爱上了你，深爱的你，我从没有说后悔过。爱上你是我的错，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你了。爱上了你，确实不是我愿意犯的错。那些回忆被过去上了锁。这么离婚？太便宜你了。爱上你，明天陪我去游乐园，陪我玩所有我想玩的，这就是我第二个愿望。你爱上了你，确实不是我愿意犯的错，那些回忆被过去上了锁。错了才会懂得。
色，而是非他不可。擦肩而过的那一刻，注定不再放过靠近我。情。